我叫温瑞浩。那么我在2008年到2009年呢，在 Trobe 大学呢是就读金融分析的硕士，应该说有非常大的帮助。那么无论是在实践上还是从知识准备上都有非常大的益处。那么在实践这一方面呢，在这个研究生的学习当中呢，接触到了非常多的一些实际的一些科研的项目。那么这些项目呢本身科研也是为这个行业中的一些机构所提供的。那么在这过程当中，我就已经开始可以接触到行业的实际的工作经验。那么另外一方面呢，这个课程呢帮助我可以准备在毕业之后的 CFA 的考试。那么现在呢我已经是 CFA 的一个这个 charter holder。 那么这个呢在这个行业当中也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这样一个这个行业的这个证书。我在刚刚毕业之后呢，在La Trobe大学呢还曾经短暂工作过一段时间，主要是做科研和给学生上一些这个辅导课、习题课。那么随后呢我就加入了现在我还在工作这家公司，叫做博满金资公司。那么呢这是一家规模不是很大，但是呢非常致力于市场研究和金融分析的一个中小型的投资公司。那么现在呢我已经是这家公司的这个首席的这个分析师，也就是说公司的分析部门是由我主管。因为 La Trobe 大学应该说所设计的课程非常的实用，那么无论是在知识的储备上还是在就过程当中可以这个做的一些这个科研或者课题呢，是和现实的这个需求或者现实的工作需求是非常贴近的。那么通过在这个大学的学习呢，应该说可以为大家做好充分的准备，为了展开你的这个工作和职业的这个第一步呢有非常好的基础。